候会呈现怠速状态，只要脚一踩下去，那个原本怠速的手扶梯啊就会突然加速。我就在想，那些走路很慢的老人家会不会也是在怠速？所以我就用力踩他们的腰，他们果然加速了，加速到了天堂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二个段子。放宽，最近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。好，完全没听你说过啊。这种事啊我只跟朋友分享。所以啊我觉得这样子，我目前啊已经单身21年，完全没有恋爱的经验了。菜头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告白。菜头，关于爱情啊我是一窍不通啊。菜头，你想干嘛？这个距离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哦，你想跟我当朋友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本来就是朋友啊。本来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太过分了吧。啊，你现在想跟我提拆伙？你等到我台词的靠背。谢谢大家。真人成功，什么意思？真的，你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呢？刚好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最近这个24岁生日嘛。哦，对，因为生日过了，我就不会搞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你觉得陈慧敏？没有，我以为你会发现，这我没发现，你会有发现吗？好，今天的企划是给搭档无聊段子，看他会不会发现。完全没发现吗？有发现啊，有够无聊的段子。而且认真讲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会不会发现，我发现啊，一开始我以为你有发现，我怎么发现？你知道我哪什么都发现了吗？前几天嘛，把段子传给你的时候，因为平常把段子传给你，你以前啊，都会说辛苦了。这是什么？收到而已。我觉得，那你应该发现了吧？就今天排练的时候超级认真的，所以我就用力的踩他们的腰，他们果然加速了，加速去了天堂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爸爸。没有，我一直都有发现，只是，有这么痛苦？那天晚上传给我的时候，我看了10分钟，然后想，笑点在哪里？加入是变无聊了。哦，那你是有发现的？我发现，原来你没发现的话，我会觉得很难过。有，我发现，而且刚才上台之前，那个新的就问我说，今天是什么段子啊？我就说，今天这个算段子吗？既然这个24岁了嘛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帮你唱个生日快乐歌。不是我们，你们都不要唱，他们唱就好。祝你生日 OK 了，好烂的生日礼物。我这边会送给你3个蜡烛让你许愿。好，谢谢。24岁了，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希望12月10号的校班整座岛也出顺利。好，还不会吹对不对？可以，你要贴水。第二个是明年蔡冠可以靠表演赚钱。一个月我们一人月入15万。没错，15万。最后一个，好，我不算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突然兴奋啊？那时候怎么突然兴奋了？想到15万的事情啊，突然兴奋了。算了，OK。哪一个？Raise a glass, you've made it another year. Happy birthday, have a laugh, crack a smile, even shed a tear, because it's your birthday.